来看大鸡腿60块。两个一百二的，喝两条150的鱿鱼啊。小朋友几零？我一个人没有看法，知道吗？没有拿100块哦，拿100哦，拿一包，来看得到100块哦，谢谢小朋友，拿100哦，拿100块哦，来到100，到100，来弄几包，弄几包，来看得到100块哦。老板下来，泡半天。最理想就是晚上泡，昨天都煮就可以煮，晚上把它泡起来，昨天都可以煮的话，这样比较方便。一包100，这个没有壳的560，有壳的400，最小的320。这手工的，这机器的。炒菜用这款就可以了，这个炒面、炒饭、煮汤。直接放进去吗？100块就好了。谁你要什么？那你规定上吧，没戏吧？你搞的，这水也弄不稳的呀，这干净。不一定上吧，我给你在后面。没事吧？我谁不会赢啊？这个凡丽贝熬汤，那小把谢谢，没干的，真的没干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买啦。我一开始拢听半斤，甲迄买两百啦，两百啦啦。嘿，我咧煮啊。没有那个的话，没有。来了。